冯玉祥被软禁，滦州起义提前爆发，袁世凯派兵与起义军在雷庄血战。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辛亥滦州起义第五集喋血兰州。山解放后，来自天津的革命党人和七十九标的革命官兵秘密准备，滦州起义已经箭在弦上。是年底的北方寒气袭人，在白雅宇看来，起义之势已刻不容缓。再次到达滦州后，便直奔施从云和王金明的营部，希望与二人商量后再做最后决定。不巧的是，王金明在前一天去海洋镇找冯玉祥商议起义的具体事宜。公历1911年12月30日，辛亥年冬月，直隶省海阳。海阳镇在今天河北省秦皇岛市境内。滦州兵谏后，第20镇军队被分散驻扎，冯玉祥所在的第80标就被移驻到这里。王金明到海阳以后，与冯玉祥就起义的内容、对形势认识等问题进行讨论。首先是对全国的形势进行重新评估。他认为呢，当时袁世凯到北京就任内阁总理以后，同意了对北洋新军的指挥权，对南方革命党人加大了进攻的力度，同时呢，对北方山西新军也开始了进攻。冯玉祥曾在我的生活中这样回忆王金明到海洋后的情形：金明一到，刚刚坐下来，不知怎样，萧协同和范彪同就知道金明来了，打电话把他找去谈话。王金明和范国璋等人虚意应付了一下，又回到冯玉祥的住处打通铺，利用晚上夜深人静，两人深入探讨了对时局的认识。我和金明的意思都以为老袁上台后北军已见振作，我们若不早干，终有被保皇派全部消灭的危险，所以主张立即动手，从他昼夜之间的嫡系军队中爆发一颗炸弹，使他们无所措手足。这一举即使不能直截了当地打倒清政权，也可使之丧胆，牵制其进攻武昌的行动。当时呢，是他们商定，冯玉祥率领第80标3个营呢，支援滦州起义，然后再联络周边的地方革命党人，一个是庄河、辽阳庄河的民团，再一个呢是商镇在烟台组织的民军。冯玉祥在海阳等候他们援军到来，然后共同到滦州会合，发起对北京进攻。但实际上，此时民军北上的条件还不成熟，之后的形势又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。公历1911年12月31日，辛亥年冬月，直隶省滦州。滦州兵谏失败以后，潘聚英将20镇的军队大部调走，在滦州
只剩下了三个营的驻军，其中就有两个营的军队，一营二营呢驻扎在今天的滦师，直隶第三初级师范学堂，这是滦县师范学校在1911年的名称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，政局动荡，直隶第三初级师范学堂的许多学生啊离校回家，校园恐惧，于是二师镇的驻军选择在滦师驻扎。从海洋回到滦州的王金明发现起义的文告和口号四处可见，一派临战的景象。时隔一日，变化之大，他马上意识到起义已被正式宣告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使王金明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。原来白鸭鱼见到石从云后，大家一致认为形势严峻，因此决定先发制人，立即宣告起义。他们派人到街头演讲，并起草致袁世凯等人的通电，要求南北停战议和，建立共和制度。亲身参加这次滦州起义的刘季曾回忆说，王金明一看情形大吃一惊，以为太不周密，太性急了，但事已至此，无可挽回，只有朝前干下去。明知实力不足，烟台民军没有到达，海洋镇没有约好日期，各方联络没有妥善，非干的时机，但箭已射出，不能收回。汪金明深知事情的急迫，大战在即，此时扩充起义军的实力至关重要，于是他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马上要办两件大事。一是立即派人去海洋通知冯玉祥抓紧时间出兵响应，二是迅速建立北方军政府，并推举第79标标统岳兆麟为大都督。为什么要请岳兆麟为军政府大都督？因为岳兆麟是第79标的标统，也是这三个营的最主要领导人。一营营长就是石从云，二营营长王金明，三营营长张建功。他们呢对张建功也开始不放心，他们认为啊，要是岳兆麟出来做军政府大都督，这样的话对三营有一个制约力，能够让三营也够成为这个参加起义的一支力量。但岳兆麟对此却十分恐惧，频频摇头说，胆大矣，胆大矣，无不敢为也。第二天，岳兆麟就以去秦皇岛为义军求援为名躲开滦州。岳兆麟被这个王金明、石从云这个请求为军政府大都督以后，虽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，但是呢对滦州起义胜利没有任何信心，因为他认为滦州起义只有三营军队，而周边呢全部是清王朝的军队，力量要比起义军大得多。与此同时，身在海洋的冯玉祥也遭遇了不测，他在我的生活中记述了这段经历。一天早晨，忽然范国璋派护兵来找我，到了那里，范表统说，我要回个电报，你来给我帮帮忙。我坐下来写稿子，他就走开了，一直写到中午，我肚子饿极了，就告诉一个便幕，我回去吃了午饭再来写。不想那个便幕向我尴尬的一笑说，表统有话不让你出这个屋子了，又说你那天和王大人说的话协同标统全都知道了。就这样，冯玉祥整整被关了四天，最后两天甚至连饭也不给吃，群龙无首的第80标援军与滦州起义失之交臂，缺少了冯玉祥部的应援和支持，这对起义军来说非常不利。然而祸不单行，跑掉的岳兆麟将滦州已宣布起义的惊天消息
报告给当时驻守在开平的空勇镇总兵王怀庆。王怀庆深感事态严重，天子脚下不能再出一点差错，于是把滦州的情况电告直隶总督陈奎龙。陈奎龙更是不敢怠慢，急电袁世凯、军资府和陆军部。他们采取的应对策略是，一面令第三镇统制曹锟将驻娘子关和保定的部队集结待命，一面即令王怀庆赴滦州，对王金明、施从云加以安抚。滦州起义军进攻北京，直捣清廷的第一枪还未打响，严峻的考验就已经降临。酒鬼香泉酒提示您，精彩继续。下节看点：王怀庆来到滦州安抚，王金明、施从云反而逼王怀庆来当滦州起义军的大都督，王怀庆面临棘手的选择难题。那么王怀庆呢，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的家庭。那么王怀庆八岁就和家里人一起干农活，吃了不少苦头。15岁的王怀庆偷偷的远走他乡，正碰上当时的直隶提督聂士成呢在卢台招兵。这时候王怀庆入伍，此人吃苦肯干，寡言少语，深得聂士成的青睐。那么因而呢不断升迁。八国联军侵华以后，聂士成战死在天津，王怀庆在枪林弹雨中背负聂士成的尸体归营管炼，那么并秦送灵柩至聂士成的原籍安葬。聂家对此非常感激，后来由聂士成的母亲专函介绍到袁世凯的麾下。王怀庆因此得到了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重用，逐步升迁为镖头。陈奎龙调任直隶总督后，将王怀庆调为通永镇总兵，驻守京东开平镇。是老人听说啊，镇那都叫骨头的叫衙门，同志。这里就是当年通永镇总兵府所在地。百年烟云过后，这个带有衙门的地名牌成为那段历史仅存的印记。在北洋新军中，有两个与王怀庆私交甚密的军官，叫王金静和施从斌。这两个人又恰恰分别是王金明和施从云的哥哥，因此王怀庆觉得自己赴滦州的安抚之行应该是稳操胜券了。公历1912年1月2日下午，王怀庆前往滦州。王怀庆呢，他既不住在州衙，也不住在军营，而是下榻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叫福德恒的大长号，其实反映了此人一贯奸狡诡诈的性格和手段。驻州衙，他知道州衙以朱佑保为首的官佐已经随起义军反正，与己不利。那么驻军营，无与与虎同睡，时刻会有性命之忧。对当时只有30出头的施从云和王金明来说，这位王怀庆既是朝廷钦差，也是兄长的密友，更是进军北京途中的最大阻碍。他们该如何应对？他到了滦州以后，首先批评了王金明、施从云不该起义，他仍然认为起义是反常作乱，就是批评你们不该。这个王金明呢和施从云以大义相争，这逼迫王怀庆做军政府大都督，并且告诉他，你如果不做大都督，我们就杀掉你。那么王金明等人与推举王怀庆做大都督，实际上是要挟持他参加革命，利用他的影响力来壮大起义军的声威。这样的王怀庆啊，没办法，就表面上应承下来。为了彻底控制住王怀庆，起义军以王怀庆的名义向各国驻京公使和各领事馆发出召会。中华民国军政府北方大都督王怀庆
为赵惠氏，文都督为光复民国起见，则于西历1912年1月3日24点钟，以举义直攻燕京，为达中华民国完全共和之目的。为防备意外，王金明等人安排王怀庆第二天迁居北关师范学堂的司令部，正式就任军政府大都督。如果王怀庆顺利就任，起义军进京的道路将扫去很多阻碍。那么王怀庆啊和这个黎元洪被迫推到历史前台，他们是一样的，所不同的是呢，黎元洪就范了，当上了大都督，以至后来的临时大总统，那么成就了武昌起义的成功。而王怀庆呢，他逃跑了，死活没有去当汪金明等弱势相让的义军大都督，甚至回过手来亲自组织镇压起义军。那么这和王怀庆平生以死忠标榜、以死忠做人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。公历1912年1月3日清晨，直隶省滦州。前一天的夜晚过去的有些漫长，天还没打亮，王怀庆就被众人请去城里拜印。对于王怀庆来说，那条迷雾茫茫、根本看不清前途的路，不只是通向军政府，他也在想着怎样趁机逃脱。那本来义军派来的接他的轿子，那么但是他说什么也不做，说温官坐轿，武官骑马，马到紫金山路，骑面一个高坡，飞马过去就是官道。那么呢，这个时候王怀庆一看机不可失，一马刺过去，那么造成坐骑奏经的假象，一溜烟他就逃走了。王怀庆一路向西，不敢有一刻停歇，安抚的计划没能实现，他情急之下先是奔向赵各庄煤矿，借用那里的电报机发出了一份告急电报。正是这份电报使袁世凯和清政府意识到镇压滦州起义已经迫在眉睫，于是袁世凯立即进行布置，调动曹锟的兵马前去镇压。据当时天津大公报记载，陆军第三镇部队两营，炮队一营，均于15日由石家庄八队路过保定，闻信开赴滦州。北洋陆军第三镇九标三营步兵马管带率队同于16日晚4点由石家庄驰往滦州。据不同记载，仅第三镇赴滦州的部队就有10多个营，是起义军的10倍左右。第三镇是袁世凯的嫡系，兵强马壮，主要分布在滦州以西雷庄、开平一带，防御起义军西进天津、北京。王怀庆为了给调防的清军争取更多的时间，他又一次派发了电报，只不过这次不是发给袁世凯，而是专门发给王金明等人。这个电报的内容呢，就是说这个南方政府已派了3艘军舰，再有一部分革命官兵要举行北伐，希望呢滦州的王金明、施崇云这些起义军呢暂时啊不要进攻天津，等到这援军到达以后一起进攻天津，再进攻北京。施崇云等人信以为真，一面等待南军到来，一面积极筹备建立政权。此时滦州城外已是风起云涌，但滦州城内却是一派大庆的景象。酒鬼香泉酒提示您，精彩继续。下节看点：滦州大庆，王金明任北方革命军政府大都督，
他宣布滦州从直隶省独立，滦州起义正式打响。公历1912年1月3日，北方军政府建立，直隶省滦州。1912年1月3号，由滦州城内十字大街的街口，有一座钟鼓楼上垂下了一幅直达地面的巨大锦帐，上面书写着22个行书大字，叫皇帝纪元4609年正月初三日，大汉滦州光复。那么不要小看了这幅大字，改宣统年号为皇帝纪元，这是起义军废除清廷统治的第一道檄文。这时候州衙呢已经摘下了龙旗和州衙大匾，挂上了北方军政府的大牌，各商家店铺统一悬挂白旗，那么燃放鞭炮，青壮年儿童以剃去发辫为荣，各地理发店铺摊点骤然增多，生意兴隆。军政府建立后，除了发布文告，对内对外宣告基本政策，还针对当时滦州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一些措施，比如禁止赌博，禁吸鸦片，废止清政府的一些不合理禁令。当地著名学者李运龙还曾写诗记述此事：从此不知天子贵，与君同坐主人翁。北关广场高搭彩棚，起义军举行盛大的就职典礼，汪金明呢为大都督，石从云呢为总司令，张建功为副都督，冯玉祥为总参谋长，白亚宇为参谋长，其余军政各职任命30余人，同时在滦州招募青年卫生队300余名。那么这样各队备齐，军威大振呐。中华民国军政府大都督王金明宣布直省独立于滦州。今天走过当年的军政府门前，王金明的宣言似乎声犹在耳。王金明啊，出生在这个吴城县啊，当年的义和团在我们这一带非常活跃。王金明啊，应该说正好成长在这个时代，受到了啊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和影响。同时呢，他成长的这个家庭啊，他的老一辈还是粗通文字的啊，应该说是认识一些字的，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的重要性。因此呢，王金明呢，自小呢入私塾学习，接受了很多的啊先进思想和爱国思想，这就奠定了他将来啊成长为一个民主斗士的这么一个基础。从带弹秋操、密谋起义到滦州兵谏，从事关三杰到革命党人多少次命悬一线的征程，此刻滦州革命终于曙光出现。王金明恳切地说：“众兄弟推我为都督，我当仁不让，愿率公众赴满清建共和，以尽大业。我辈军人以服从军命为天职，我跨前一步为都督，受令各官兵应当必从。时下差此一步，我与大家仍为兄弟，愿小清礼义，令兄弟抉择。凡举事革命，必有流血牺牲。军内凡独生男儿者，或有家室妻儿者，劝其返乡侍亲，本府发放路费送返。众官佐，我辈男儿正直方刚，应图鸿鹄之大志，誓把革命当己任，活就要轰轰烈烈，死也当壮烈千秋。愿众兄弟抱定革命之信念，随我出征战清军，推翻帝制。或许是长久以来肩负重任的压力，或许是起义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喜悦，或许更是想到绥靖有远的西进之路。说到这里，王金明的情绪全部爆发出来，肃然下跪，给起义官兵磕头四次。
当时除确实情况特殊的几十人离开部队外，其他人全部流向誓死革命，整个部队进入激战前的亢奋状态，随后举行阅兵仪式。外国的军政人员、宗教人士都来祝贺观礼。在师范学堂，大都督王金明还为中外来宾举行了宴会，驻天津的各国领事也派代表来观察动向，并承认起义军为交战团体。酒鬼香泉酒提示您，精彩继续。辛亥滦州起义为什么直到民国建立23年之后才被纪念？为何被人污蔑与深藏？请收看《探索发现辛亥滦州起义》第六期《义烈千秋》。公历1912年1月4日，起义军召开誓师大会，发布讨清檄文。西晋已经指日可待。1月4日下午，起义军召开紧急会议，分析敌情，对起义做出最后的部署。他们认为，天津是共和会、同盟会长期活动的基地，起义军可以将天津作为根据地，补充军需，不难一举而定北京。会议结束后，总司令施从云最后决定立即西进。他们向天津各领事馆派发照会，将拟定的对内宣言、对外宣言送往天津报馆发表，并发布了颇有声势的讨清檄文。起义军还为攻取北京准备了进京安民告示。然而就在此时，管带张献公突然把他的第三营往东北方向开拔。张献公啊，是一个旧军人，起义革命认为是犯上作乱，所以说呢，他不愿意参加起义，影响自己的前程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是当时起义军是三个营，这个施从云是总司令，王金明是军政府大都督，而他呢，第三营营长只是一个副都督，就是他不甘心屈于王金明、施从云之下，这也是他反叛的一个原因。总司令施从云得到消息，立即派人将第三营追回。在这关键时刻，起义军对张献公小以大义，并没有追究逃跑的事情。因为张献公毕竟是起义的同盟军，他不是起义的主力军。那么如果对张献公采取严厉的处置措施，那么就有可能引起内讧，削弱革命力量。因此啊，对于张献公未能采取严厉措施，在当时情况下应该说是一个无奈之举。但张献公并没有因此罢休，他假称洋货公司的营房已经拆毁，无法再继续驻扎，于是他要在滦州城内重新寻找妥当营地，这样距离一二营较近，好便于集合。这个王金明、施从云呢，已经看到了张献公的险恶用心，但是呢，为了团结这个张献公的第三营的军队，所以也同意了张献公的入城。这样的话，张献公入城以后，迅速占领了城墙和防御工事，对二师阵的第一营、第二营士兵发动了进攻。当时已是黑夜，王金明和施从云想率兵夺回滦州城，见张献公居高临下，火力凶猛，怎么都攻不下来，二人心急如焚。这个时候呢，正好这个天津的地下党人来报告说，这个曹锟派的军队已经到滦州来镇压革命起义。这样呢，王金明和施从云紧急磋商，认为不应该跟张献公纠缠，而应该迅速西进。起义滦军一开拔，盘踞城内的张献公就大开杀戒，紧闭城门，挨户搜查。一二营留在城里的起义官兵多数被杀。
深夜，起义军一二营主力集合到滦州火车站。登车前，王金明做了最后的战前动员：吾辈革命，愿报牺牲主义，时事至此，不为坐以待毙，吾已决计登车西进，已与反革命决一死战，无论胜败，均与革命有利，胜故可喜，败亦足含清廷之胆，纵牺牲亦不过吾辈数百人同死耳。人孰无死？为革命而死，为民族国家而死，虽死犹生。这番披肝沥胆的战前动员，无论从民族大义还是人性发威，都可以说是一曲英雄的绝唱。那么其实在登车之前，王金明他们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，胜不可喜，败亦罕敌，军队革命有利，只要对革命有利，那么这些英雄们虽死无憾。结果呢，在他们提进的过程中，把军队进行了调整，王金明和石从运呢进行了分工，石从运率领干事队在第一节火车，王金明呢率这个主力啊在第二层。当火车行至雷庄车站附近时，司机突然发现前面铁轨已被拔断，紧急落下死闸。但为时已晚，预先埋伏在附近的敌军趁机对起义军发起猛攻，起义军迅速撤到铁路两旁，一场激烈的对攻战打响了。总司令施从云见战况危急，持刀奋呼，身先士卒，所向无敌，猛刀陷阵。林月曾回忆说，30余尊大炮向空中乱发，20000余支长枪声音成片，战争激烈，空前罕见。2小时后，义军热烈，有家无疑，勇往直前，旁若无人，各上刺刀攻入敌阵。激战的是第三阵的一个探访队，他们在起义军两个营的打击之下已经抵挡不住，也来不及退避，这时又被夹在起义军和远远而来的敌方援军的中间，只要有一方冲杀，敌军探访队就必死无疑。为了保命，他们停止射击，吹起停战讯号。停战后，敌军派出2名官兵徒手前来邀请王金明、石从云通到雷庄车站兵营会谈议和。王金明和石从云等人毅然决然地前往雷庄谈判议和。当时情况下，义军已经被清廷派来的军队四面包围，同时呢又失掉了滦州根据地，应该说整个的义军有被清廷政府全面剿灭的危险性。因为第三阵官兵啊是同样也是汉军啊，而且呢也参加过十月兵谏，他们觉着如果能够小以大义啊，联合他们共聚一气，那么整个啊义军的力量就会更加强大，声势更加浩大啊，那么进攻北京更有把握。他们是抱着这种想法前去啊和这个第三阵进行谈判的。在罗政委笔下，王金明这样说：我辈革命军人抱定为国牺牲宗旨，纵为龙盘虎穴，何足惧哉？施从云则说：军纪如是，施某宁怕死耶？二人毅然前往敌营。
汪精明呢和石松运给他们宣讲革命的道理，这并且呢要以大义相之，要求曹锟的那些士兵参加起义。一开始呢，陈光远也有些被这个汪精明这个说动。就在局面即将扭转的时刻，王怀庆与曹锟先后赶到，他们听到王精明、石从云游说第三镇官兵，非常担心，恐怕自己的士兵有所动摇，以致反目，于是立即下令将王精明、石从云等100多名革命官兵逮捕。曹锟表示，一定要严厉处置二人。临行前，王精明、施从云等人威展挺立，两手叉腰，意态从容。为了掩护其他人，王精明指着身边随从说：“责任在我，放他走。”但同去的所有士兵却说：“我愿与都督同死。”于是一同遇难。乱中起义啊，剩下了只有几天的时间，但是呢，这几天啊，也是汪精明等人啊一生当中最辉煌、最有意义的这么几天啊，在面临着诸多变化啊、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的情况下，坚定不移地推进义军啊这个西进。啊，来进攻清廷，进攻北京。当时随着自动随汪精明、石从云的前去谈判的有100多个人，都被我这个汪怀庆啊进行逮捕。最后呢，把这个汪精明和石从云杀掉了。所以说，这些余下的，有的这个起义军啊，有的被杀掉了，有的呢被解散了，有的被关进了监狱。所以这次是这个起义最后彻底失败了。王精明、石从云牺牲后，起义军群龙无首，再加上敌军势大，武器精良，并向起义军发起进攻，起义军分散败退。是1912年1月5日凌晨。